主办单位安排北头牛、古乐、西拉雅、乐舞表演，以及请来红姨为整个活动祈福。来到北头牛家吼，我是代替因来开讲吼。哈扎吉维希邦啊嘿，阿姨啊嘿，这是海庆会，去舒服的大嘿去。时间，我们的台灯生意顺利圆满。再来是我们的嘉里广工嘉里标杆，请剪。各位现场来宾，请掌声。历程。北塘窑北环文化园区第一期黄金布道纪念工程举行完工启用典礼，整个布道全长167公尺。将作为市民休闲的新双地。今天这个北投洋非番园区的一个步道的一个开落成，我觉得其实见证了事实上台南市政府、原民局以及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及这个、中央都非常有心。事实上它的大部分的经费是中央前瞻计划，我们也看到好几位我们原住民议员的监督，以及我们在地议员的监督。我希望说这个园区能够尽善尽美，当然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那我们特别注意到它中间的水土保持工作，以及它的整体的将来的规划一定要完善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的园区，那也是很重要的市民的休闲的地方。我们希望说能够把它做到最好，也更重要的是不要因为一次下个雨啦，或者说一次的刮风下雨就变成园区就变成受伤害哈。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一定要要求工程单位把这个该做的工作给完成，那提供市民一个好的游憩休闲地方。最重要的是一个平埔族北投洋社它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重要保留据点。